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投票。虽然呢我很生气，这两个帅哥都不是我的，但是申英姐平时待我不薄，她的终身大事我还是要关心一下，所以这一票我投给小叶。郑总监。为什么？理由是霸道总裁最有味道。虽然呢申英姐平时工作能力很强，但是一山更比一山高，他们俩强强联合，那一定能生出更强的宝宝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他们俩都那么强势，他们生出来的宝宝一出生就要活在两座大山之下，还活不活了？我不赞成。我觉得吧，我投小叶。理由是？很简单，小叶跟我们申英姐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申英姐脾气那么差，就需要这样暖暖的好好先生伺候着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叫性格互补，才能和谐嘛。好，现在一比一，我们现在继续投票。走吧，申英姐。英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在干嘛呢？为什么要把他们俩照片贴在上面？你猜猜。莫不是要给他们俩介绍对象吧？申英姐，你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？申英姐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啊。不是，我说假设你是一个女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说，如果这个世界毁灭了，只剩下这两个人要娶你，让你选一个，你选谁？只剩他俩，我都不选。为什么？那不行啊，你不选这地球就要毁灭了。那就灭亡好了呀。不过我觉得他俩挺搭的，要不让他俩凑一对，省得祸害别人。行，你坐这儿自己观战吧。专员，你投票，该你了。我可不掺和。再说了，这事咱们投票管用吗？这事儿得看英子自己的意思。